某些人因为在动车上脚冷，就要脱下我的袜子穿到自己的脚上。你穿的也这么冷，我穿了。哎，轻点看，轻点看。我下车就还给你。我们现在已经下了动车了，还要再坐1个小时的车程才能到阿那亚。下面看起来真的好国外呀！你以为这是我们房间吗？这只是一个走廊。这里不是进场。哇，哇，这海也太好看了吧！还有一个小阳台。对。来。那就是整个阿那亚园区的一个总的地图。我们现在在酒店的这个位置。海呢就在这边，包括孤独图书馆，还有阿那亚礼堂，全都在海边。然后往这边，感觉有好多我们今天下午可以去逛的。嗯，我们可以先去海边市集。对，先去个市集，这个、购物仓也可以。酒店也在这边。好，那我们就从酒店往这儿逛吧。走。走。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有没有玩过这种花，可以把它的花瓣一个劈下来，然后从中间劈开，好，然后就可以把它粘到鼻子上。好，真粘上了。对，还挺牢、啊。不行，必须人人粘一个，对，我们仨必须都粘一个。不要，不行。这是阿那亚艺术吧？哇。哎，这样换两边，换两边是不是就可以当鱼鳍了？你再给我脖子上贴一个，我就成鱼了。哇，可爱，给拍张照，太可爱了。你们知道这个叫什么吧？打在公屏上。这边有一个旧物仓，我以为是个古董店，结果是个咖啡馆，但感觉也有的逛。我们罗月章8岁，8岁就已经出书了。对，看，哇塞，谁画的画？8岁画的画，8岁，我天哪，长大必定是艺术家呀。原来这个市集就是真的市集。还有没有什么想吃的可以买点？想吃什么？随便买，我请你。
爱吃这个跳跳糖了。哦，我小时候最喜欢的神奇宝贝就是波克比。吃完晚饭，我们就溜达来了阿那亚教堂。就在这儿。哦，它在这个视频里是一个光柱，像一颗钻石一样。对，像一个飞船插在了一个沙滩上。啊，这是谁？哎。这里的海浪被月亮照得会发光，哎。遇到了一帮特别开心的姑娘们。真的好开心啊，特别有感染力。旁边这个人看愣了。旁边这个人显得有点老气。太可爱了。哦，年轻真好。那我们现在呢，已经到了阿那亚的这个卷宗图书馆，这里呢是有一个手账的展览，也是我们这次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想来学习和观摩一下，看一下别人的手账都是怎么画的。像不像一个眼睛？嗯。我发现了那个艺术家的秘密。挺酷的。又来学习装修了。啊，原来这种羽毛也可以作为素材。这个男人已经坐下开始画了。你要画啥？这里还有一些速写本，这个好像就是在坐车的时候画的。这里还有很多传统的学习笔记 ，P7 中央处理器，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专业才学的呀。的话是用这两个 app 比较多，这两个都是收费的。那这个呢也很适合做手账。哦，我觉得这个颜色很美啊，而且很时尚啊。看这个好多大方的书，嗯，而且这边很多书好都是我们那里买不到的。那我们已经逛完了一圈了，感觉特别的治愈。能感觉到每个人都在用用心的过生活。它这个展览里面有传统的这种手绘的手账，也有这种就是用 iPad 记录的电子手账。因为现在就是无纸化时代嘛，很多人都喜欢用这种电子手账，就感觉哇，原来电子手账有这么多种不同的形式，有用来记美食的、旅行的、生活的，还有一些学习笔记，对，特别丰富。这个展呢，大概是到7月初结束。好，那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过来逛一逛。外面也太黑了吧，这离日出是不是还早呀？我们看那个天气预报，其实今天是有雨的，所以很有可能阴天看不到日出了。如果我今天看不到的话，我的心情就是这样的。我怀疑我们来太早。那个黑影是波波。哇，这个天也太蓝了吧。这像是要日出的样吗？天已经亮了。我们还真有点远呢。快，不管了，我先走了。什么？哇，刚刚还是乍蓝乍蓝的，什么那个克莱因蓝，现在就蓝中透粉。早上还是有几对情侣的。想不想再结一次婚？还是跟你吗？好好看。哇，好看。먼저다가서지않으면기대놓칠까봐편지를쓰고또작은선물을준비했죠깊어지면
상처뿐일거라는생각에두려움이앞선건사실이지만간절한마음으로기도하고바랬던사람이我找个机位啊，咱们一块看日出。谁能想到跟我们想法一样的人这么多，你们看都是人，在还有个流浪汉。你真的看不见日出了吗？现在已经过了手机上的日出时间，我们还没有看到日出，但是天已经亮了，所以我们根据以上的条件推断，大概率是太阳被乌云给挡住了。开心吗？第一次看日出，我觉得有个建议，就是跟我们有一样想法的人，3:30到4:00过来拍照的人太多了，3:30到这儿还是能拍几张只有你的照片呢，再往后可能人就多了。走，我们去看看孤独图书馆吧。我不想放弃我的日出，没有日出了。我们今天不是没拍到日出吗？现在在翻看 GoPro 素材，我就发现我昨天早上迷迷糊糊起来加了个 GoPro， 现在拍到了日出了。我这运气呀、啊！哎呀，我本来前面心情就如这幅画一样，但是现在心情贼好了。哦，这是要出太阳了吗？啊！真的是太阳出来了，啊，日出，完美的一天，安那亚的意思就是宁静嘛，哇，就真的想一直看着这片海发呆。那边就是孤独图书馆了，我们现在过去。现在太早了，还没有开门。모르는것두성이솔직히난어려워타이밍그게뭔지왜멋대로꼬이는지걸음이느린내맘이힘을내서널쫓아왔어한발짝닿는곳에내가있어뭘망설이니转发点赞关注我的微博视频号。